十字。嗨，小伙伴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汉字卡片，看。玉，玉，兔，特务兔，玉兔。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汉字，玉，玉，玉。小伙伴，快想一想，它像什么？认真看哟，我要开始变魔法了。小伙伴，你看出来了吗？别急，睁大眼睛，再看看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看，玉这个字就像是一串玉的旁边放着一个打磨玉的工具。神奇吧？小伙伴，掌声在哪里呢？玉是指质地坚硬、有光泽、略透明的矿物。玉兔，月亮上有一只玉兔。哇，汉字真神奇！接下来，我们来学习第二个汉字吧。兔，特务兔，特务兔。小伙伴，快想一想，它像什么？认真看哟，我要开始变魔法了。小伙伴，这一次你看出来了吗？别急，睁大眼睛，再看看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看，兔这个字就像是一只奔跑的兔子。神奇吧？小伙伴，掌声在哪里呢？兔是指兔子，兔子的耳朵长，尾巴短。玉兔，月亮上有一只玉兔。哇，汉字真神奇。嘿，小伙伴，今天学习的两个汉字你都认识了吗？跟我来变。哇，一起大声读，让我听到哟。玉兔，再来一遍。玉兔。哇，汉字真的很神奇呀。小伙伴，志向还有好多好多更有趣的玩法，快去看看哟。志向阶梯想象十字卡。志向极速识字 APP。 爱我你就扫扫我，让我陪你一起长大吧。